风在，here, okay. And your mom. Got your brother back. And go to Gideon too.你二死裁判收起了吧？这是，我去，这出去什么东西啊？这瞎连导盲犬都进不来玩意儿，真有病吧？我不是叫你戴着耳机看吗？老子没有耐行吗？看看你这愣个事儿，我能不多事吗？你吵死我了好吗？纳闷呢，这公寓不是隔音挺好的吗？你这大门敞开着，能不吵吗？ 门关上不就得了吗？我在家从不关门的。这不是你家呀。你要是想家，你赶紧订张机票回去。你妈葬礼也不因为疫情而错过，多好。省得每天看你死妈脸的闹心。哎呀，我的好妹妹，那男的还真的可以，又是个中国人，你也是时候赚点外快了。 孙姐，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的。哎呀，好什么呀？好，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那时候去香港做，几个月老家的房子都盖好了。想想你来这个签证过来是干嘛的？弟弟的病不治了。等等。 老师，我是刘宇，你还记得我吗？进来吧。哎，小刘啊。 这，你要不下次再来吧，这我好好琢磨琢磨。行行，那我就下次再来拜访您。哎，这签纸盒我能顺走一个吗？拿着吧。哦，好。您要是有什么事儿，就随时联系我。您儿子有我电话，直接打电话就行。您保重啊。啊。慢走啊。好。